太傻，是太缘分。
还是你就不想I see fights that we don't mean. I see you everywhere, even in my dreams. But I will wake up with no one next to me. So would you come back to me? Where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we used to be. Do you still'cause all I know and all I know is love is driving me crazy. Oh, I can't sleep, I can't breathe. 'Cause all I see and all I see is you. Oh, I can't sleep, I can't breathe. 'Cause all I need I see fights that we don't mean. I see you everywhere, even in my dreams. But I will wake up with no one next to me. So would you come back to me? Where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we used to be. Do you still大家晚安。大概在三分钟后呢，我们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的杀青酒就要正式开始咯，那请大家尽速的就坐。
人谁能不爱他，不吃辣也能吃辣，雪白修长的双腿性感无比短头不发，屁股飞天翘，黄金比例太要掉，一直领出场也会浪费落荒而逃，他换上紧身衣小出个他脸皮，双腿张开还给我个神秘的微笑，换我就跟他 say bravo say bravo， 我的体态不算差，只是肚子有点大， she say oh my gosh say omg， 我就像一个傻瓜，口水留下一大串，开始幻想如果我是你的安娜达，双人做瑜伽，你在上呀我在下，到最后会不会做出一个胖娃娃，我换上紧身衣忍不住笑眯眯，双腿劈开下面传来撕裂的声音，运动前请记得做 warm out， 换我转身摔法蹲下去，伸手张腿拉拉筋，抬脚昂首都是戏，伤寒淋漓 so sexy， 让我去做 in the house， 性感身份各位长官，各位辛苦的三明治女孩逆袭的幕前幕后工作人员，大家好，大家晚安，辛苦啦。嘿，三明治女孩的逆袭呢，从四月份开播到现在呢，剧情打动了无数的上班族的心声，然后精彩的内容呢，也让我们的三明治稳坐同时段的收视冠军宝座。前阵子还传来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即将在8月11号举办见面会，这些都是靠大家的携手努力所创下的好成绩，所以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所以今晚呢，还请三明治女孩逆袭的幕前跟幕后工作人员好好享受这个时刻，好好放松。然后在杀青酒的一开始呢，当然是要请到我们的长官们来致辞啦。这一位呢，兼具知性跟美丽还有智慧，这是我们的三立电视台王淑娟，淑娟副总。水嘎水嘎，来来来，我来牵你上台，那个女星的等级，来来来，那个麦克风给淑娟副总。谢谢，我平常上台不用带小抄的。
但因为三明治女孩的逆袭呢，从一开始播出就受到各界的关注，播到今天15集了，真的创下了非常多的好成绩，所以我必须要拿出一张小抄来一一念给大家听。那因为接下来的成绩呢，是在场的每一个人共同创造的，所以我念到每一个记录的时候，请各位一定要给我热烈掌声，好吗？好。那个我们的监制 Sonia 小姐给我这么大一张，自己没有放大，害我要这样看。OK， 我们第一个重点是我们两个主场景从无到有的搭景，特地哦，我们两个主场景是从无到有特别搭出来的，而且我们还去韩国采购服装，还有我们首创在我们的戏剧里面有微型动画等制作的细节，都获得观众非常好的口碑。谢谢大川大力，掌声鼓励。谢谢大川大力，谢谢。然后我们的戏一播出之后，就受到网友非常高度的肯定。网友告诉我们，这是一部最写实的职场剧，掌声鼓励。再来是三明治的女孩吸引了女性上班族群，我们在 female 25到39的收视率高达2.19。接下来要特别谢谢国际事业部，我们的副总 Vivian 副总在现场，跟我们挥挥手好不好？呼呼！谢谢他把我们的剧销售到海外去。有韩国、日本、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爱奇艺，今天还又卖出了越南。哇！重点是现在是一个 OTT 新媒体的平台，我们也在 Viki 上面播出，而这个平台的触及率高达5大洲130个国家。哦，重点是它的点击率还是台剧的第一名哦。好，接下来我要谢谢一位我的好姐妹，我们业务部的副总敏文副总。各位，你们可以上游轮拍，都是他促成的。然后呢，你们有蓝吉儿的冠名也是他 ，TT 面膜也是他，喝不完的贝亚德也是他，然后还有春风面纸也是他。谢谢敏文副总，谢谢业务部，谢谢。然后特别要帮各位那个目前的明星们宣传推广一下，如果有客户觉得我们需要找代言啊活动，我们三明治女孩不管今天是这个张丽阳也好，叶星辰也好，紫红也好，或者是拉菲兹里面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适合，希望业务部帮我们继续推广一下，谢谢谢谢谢谢。最后呢，我想我特别要谢谢大川大力的杨总，特别谢谢导演郝欣翔，这部片非常辛苦，我知道全部都是在台中拍摄的，那谢谢给我们一个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你们为了三立，为了台湾，又再次立下了一些记录，谢谢大家。最后我要谢谢这一部的灵魂，这部戏的灵魂人物，我的非常好的 partner Sonia 监制，请大家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辛苦 Sonia， 辛苦了。我想没有他在这中间穿针引线统筹所有的一切，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成绩。最后再次谢谢幕前幕后所有的人，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淑娟姐，谢谢谢谢。好，谢谢淑娟姐及谢谢所有到场的长官。好。谢谢淑娟副总。那当然三明治女孩逆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我们现在就有请郝欣翔导演郝导上台为我们致辞，谢谢。郝导帅气，已经有一个专属的粉丝团应援了。哇，讲话就尴尬了这样。来，先谢谢三立的长官，然后谢谢淑娟副总，谢谢大川杨总。这部戏其实
我跟 Sonia 在合作完《墨菲这就是爱情》之后，然后 Sonia 就跟我讲说，我们应该要再来创造一部奇迹。所以大概一年前左右，我们就开始讨论要做什么戏。然后我们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然后终于在去年的时候，他说：“那我们来做关于职场的戏好了。”我说：“好，但我要先去大陆拍一部戏再回来。”然后他就等我，等我到今年我从大陆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做这部戏。所以我在大陆那时候每天早上拍片，晚上我就要跟他通电话开会。然后一直到这部戏我们在二月、三月筹备完，然后我们就去台中拍摄。然后我们也想说，既然要做，我们就把它做好。所以我们就搭了两个景，然后我们也希望造型可以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请造型师和我们的视觉总监 Ray 一起去韩国买了衣服。然后呢，我们也全部的景想说要给观众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去台中拍摄。然后呢，每天晚上呢，我们的监制 Sonia 呢，大概剪完片一点就会打断给我，然后就跟我讨论要怎么弄，什么剧情怎么弄，然后大概讨论到凌晨四点，然后六点再让我出去拍片。所以我要谢谢 Sonia， 哎，这四个月不让我睡觉，好。对，然后呢，谢谢各位工作同仁，然后谢谢各位演员。我知道，今天在网络上看到郭彦甫写了一篇文章，这样他说他一开始的时候非常讨厌我，对，然后后来就有喜欢上我这样子，对。对，所以我还是决定把我下一档戏的名字把你加回来，不用担心，好。因为这部戏其实呢，我们在前面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准备，然后包含每一个角色的定调，每个角色的设定，其实我们都跟以往的戏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改变跟尝试，就是希望这部戏可以让它变得很好。那也感谢所有的演员可以忍受我这四个月奇怪的脾气，就是有时候对，应该常常一些人被我骂，哦，那个叶星辰。对，她应该是最惨的一个，没办法，因为你是三明治女孩嘛，所以已经第一个找你开刀。所以谢谢各位演员，然后谢谢各位工作人员，这四个月的辛苦。然后呢，这部戏比较特别，我们没有在最后一场戏的最后一颗镜头宣布杀青，这是欠大家的一句话，所以我要在这边宣布跟大家说，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杀青，谢谢，恭喜，谢谢导演，谢谢谢谢，好，辛苦了辛苦了，好。在这边呢，也要特别感谢三立的长官们，感谢财务长吴尚飞、吴尚飞副总，以及业务部副总吴敏文吴副总，还有国际事业部的 Vivian 副总，谢谢。好，感谢，好，介绍了辛苦的幕后工作人员之后呢，我们就要请演员们上台啦。现在这群要先上台的呢，也是一群办公室非常努力、向心力越来越强的拉菲兹的办公室同事们，有请。那我们先请 Cindy 袁咏琳，一起上台没关系，一起上台，谢谢。还有严永烈、郭彦甫、张瑞轩、吴继璇、黄宇珍、方大为、Amanda 一起上台，有请有请。好，来这边。辛苦了辛苦了这么久的时间。好，我要特别先讲一下，今天大家身上都有特别穿这个衣服，彦甫要不要先跟大家讲？对，为什么 Mena 没有？因为对你里面太坏，被大家排挤，因为 size 问题。对，怎么会这样子呢？有你的 size 啊，但是要两件。好好了，下戏了，不要再这样了。对，贾博士要不要先讲一下你的才艺？哦，这个是我们在上传前那个导演说，我们要不要设计一款这样？这个构思是我跟导演一起想出来的。对，我本来想说要坐在那个办公椅上，但办公椅上的话，这个构图可能没那么好。后来因为要加入三明治这个元素，所以就把大家当作是每一个材料放在里面，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不管你是戏里戏外，其实都是三明治的人生。是，对，所以符合在剧中的这个对。其实我精神，我的背面比正面。对，大家可以看它背面这个巧思。背面超可爱，背面有点像那个 Popeye 有没有？前后都有设计到，但是里面有一些人真的很黑耶，苏小青有这么黑是不是？然后子俊也很黑。苏小青其实真的是蛮黑的，嗯，因为，但是他算是黑，黑又亮，黑又亮是？对，这样可以吗？黑到发光。黑到发光，是是是是，好，那让别人说一下好了，好不好？好，彦甫，你要不要先讲一下杀青的心情啊？因为没讲到，因为刚刚都在讲 T 恤的事情。杀青的心情，杀青的心情，对，其实蛮不舍的，
对，其实真的是蛮不舍的，就是我们在那个办公室四个月的时间，感觉好像真的在那边上班上了四个月，然后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一个离开，然后后面剩下我跟小青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两个在办公室的时候几乎是已经没有那些办公用具了，对，那个感觉就非常的凄凉，是，对，就很有点舍不得、啊、这样子，对对，整个场景好像就跟着这部戏真的就是要 ending 了这样。嗯，好，舍不得。旁边有个最需要巴结的对象，大小姐 Cindy， 也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对杀青的心情。因为我是在差不多第十一集出现的，然后其实一进组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跟大家就是要很快速的培养感情跟默契，然后谢谢你们都就是很包容我，也很接受我这个大小姐的个性，对，然后因为其实我常常是当天来当天就走，早上四点开车去台中，然后下午就要回台北工作，对，所以其实没有办法跟大家多多相处，所以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对，谢谢。好，永烈，接下来即将要去卖药的永烈，卖药，剧中，当药头一当药头，对，好，因为我是演戏的经验比较少，然后这是我，其实距离我上一部戏应该有三四年的时间了，是，然后才接到这部戏，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蛮紧张的，然后其实我个性私底下比较怕生，也怕说会不会跟所有的，因为平常都跟一些综艺咖混在一起，对，啊，这一次是跟演员们混在前，怕说会不会格格不入，那其实四个月相处发现大家其实个性都蛮好的，其实我觉得拍这一部戏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交到一群还不错的演员朋友，哦，对，所以这部戏虽然现在杀青了，但是对我来讲它只是一个转场，之后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应该都还是会一起走下去，对，听得出来你跟他感情真的很好，真的真的非常非常 好，欢迎电商一姐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嗨大家好，我是黄瑜珍，那我其实现在还是没有感觉到杀青，就没什么真实感，因为群组还是很吵，大家每天都在聊天，吵死了。明天跑去台中啊！你站在中农门口的、啊。然后这档戏很幸运，就是是蛮特别的经验啦，在台中拍戏，然后也因为离乡背景，所以跟大家感情特别好。然后很开心这一档戏可以认识到很多真的很好的朋友，然后认识很多很棒的人，耶、yeah, 谢谢大家，骂人应该也骂得很过瘾吧，在里头吐槽大家、哦、舒服很舒服对不对，好，那我们换米宝吴继璇，大家好，我是吴继璇，那就是很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然后公司三立大川大力，然后还有我们一起打拼的演员们，因为我们真的是台中台北冲到有革命情感，是有时候就是一天当天来回台中晚上台北，就是每天这样跑，对，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好，换艾莎瑞轩，大家好，我是张瑞轩，就是我觉得我的心情跟前面几位都一样，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感情真的太好了，所以杀青其实真的是还蛮难过的，就有种感伤和不舍，尤其是我们最后一场戏就执行长要跟我们道别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有默默落泪，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要解散了， 是一种就是要离开大家那种心情，对、嗯、但是我觉得这一档戏真的很幸福，因为其实一开始我要拍这档戏的时候还蛮紧张的、嗯、因为我这些演员我都不认识，然后工作人员啊导演啊还有反正总之我都不认识大家，所以还蛮紧张，可是当认识大家之后，然后一起工作那么久之后，我觉得认识大家真的是很幸福、嗯、因为每一个人他们都很懂得包容彼此，然后很照顾对方，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档戏大家就跟一家人一样、嗯、哦，我都要哭了，对呀、啊、你别讲到下一个，好，谢谢，辛苦了，辛苦要哭了，好，欢迎 Eason 大伟来，不哭啊，大家好，我是方大伟啊，很开心啊，在这一次戏剧里面认识那么多优秀的演员，还有我不哭，我坚强，对，怎么默默的要流下眼泪？好了，对，就是大家那么辛苦，一起创作出来一个作品哦，值得大家一起怀念，然后真的啦，谢谢大家啦，好啊，太感动了，不说了，不说，不说，不说，是不是？好。接下来是唯一的反派吗？算反派了，没有啦。Amanda 跟大家说几句话。
首先我当然要非常的开心，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就是有点坏坏贱贱，但是又非常的时髦。然后虽然说有点太快就离开就离职了，但是我必须说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跟这演员们一起合作，因为大家不论是在台就是表戏片场或者是私底下，就是都有很深厚的情感。没有没有没有，我突然想到，因为你住在我隔壁，你就是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就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合作这样。对，辛苦了。好，那我们先请拉菲兹的大家，我们先一起拍张照好了，好不好？员工照，来来来来来，我们先看一下。哎，我们可能要两排吗？还是一排是可以？先好一排，然后大家站其中一些些。好，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谢谢。开心开心，员工照员工照。好，然后也顾正前方看完之后，我们也看一下左边左前方这边哦，很多大家想要拍照这边哦，一二三，开心哦，秀一下 T 恤是，对，哎，你真的很厉害耶，你真的好强哦。好，对，比一下 T 恤，比一下 T 恤，看一下正前方，来来来，背后也有，好。看正前方，谢谢。好，然后右边的 Vido 这边你拍一下，这边来打招呼 ，Hello。好，好。冲一下是不是？冲吗？真假的？要不要回台北的时候？好，一二三，哦。定一下，给大哥拍一下，一二三，好 ，OK， 好，谢谢。我们等一下还有拍照机会，那我们现在台上先稍等休息，稍等一下下，我们还有陆续请大家来上来哈。好，我们下一组的呢，要欢迎这对可爱的情侣啦，让我们来欢迎宇宙跟洛提，有请。莉莉安跟子仁这对欢喜冤家，来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来，只有我们两个，对啊，先你们两个先，想他们很大，因为重头戏在后面，他们好，先跟大家讲打招呼，讲一下杀青心情。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宙林思雨，然后我在里面饰演是莉莉安，那我就开头讲这样。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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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我怕他没有话讲，他没这么没话，被你欺负到这样是不是？没有，其实非常开心能够演《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然后能够担任这个角色，因为以前都是演学生的角色，然后这一次能够长大，然后竟然还配给我一个男伴，然后让我能够有一些比较恋爱滋味的感觉，所以其实非常的开心，然后演起来也。因为跟张若迪也是培养了一下默契，所以就是演起来非常的舒服，然后舒服哪里舒服啊？演技上的舒服，哦，演技上的舒服，对对，因为他非常让我很有安全感这样，哦，然后对，所以非常开心能够认识大家，因为虽然说没有跟办公室的人有很多戏，但是因为看他们的每一个场次，然后就会觉得哇，也很希望。那时候也想说，可不可以我们三明治店也可以去三明治啊，也可以去办公室店外送这样子。对，对，送一下三明治。对，因为他们感情都非常好，嗯，对，所以就是杀青了。那就是那时候感觉也非常的感伤，然后就是还去三明治店，然后 run 了一圈，一副没有要再去的样子。对，就是 run 了一下，然后觉得这几个月来非常的开心，能够在那边拍摄这样子，嗯，谢谢。好，那我们让宇宙非常舒服的洛提来讲一下，很舒服，很舒服。对，好，大家好，我是饰演王子仁的张洛提，嗯，谢谢大家这几个月的照顾，然后谢谢大川大力，还有谢谢三立。好，谢谢幕后的工作人员跟早出晚归的工作人员，还有台上的演员，你们都辛苦了。嗯，然后这一次蛮开心跟宇宙搭到了，就是我丢了球，他都会丢回来给我。然后你真的很会演戏，真的。哇，两个人之间有那个开始，对，没有就很开心有这个 partner
陪着我演完这个18集的戏这样子。那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跟你合作。好，好，谢谢大家。太可爱的情侣了。好，那两位要不要拍也拍一下照？好，等一下后面还有不同组合的照片。好，往前。后面是要欢喜的笑吗？还是要稍微让一下下？需要吗？好，那我们大家不好意思，可能先左右两侧让他们两个先拍张照，不好意思，来，好，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亲密的照片，好像不够亲密，对，有啾啾啾，对，好，可以吗？好，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拍照，这边看一下右，可以吗？好，左前方婉瑜这边。耶、yeah ，对，开心开心，好，好，好，右手边这边跟 Vido 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嗨，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在最后要欢迎压轴之前呢，有许多长官也陆续到来到现场了，那我们也掌声，给艺能事业部的洪任中洪副总，辛苦了，辛苦了，跟大家打招呼，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就要来到重头戏啦，我们接下来就要有请的是我们的少翔跟廖逸璇，我们的顾总跟谭智欣，智欣姐来，两人的感情也是让人看得非常的揪心，来，哇，两个真的很匹配耶，来来来来来，有请有请，好，先跟对同床异梦，谁讲那呢？好，我们先跟大家打声招呼，然后讲一下那个杀青的心情。好，大家好，我是饰演韩智欣的廖逸璇。笑什么笑啊？为什么讲话就有种喜感呢、啊？好 ，OK， 大家好，我是少翔，然后在戏里面饰演顾兆轩。大家好，好，所以我就直接开始讲了嘛，对不对？他完全没有要理我们的意思，好吧 ？OK， 我觉得这部戏真的是拍得很开心，然后。我对戏最多的就是这位廖逸璇嘛，然后他是本人非常可爱，虽然在荧光幕前是一个冰山美人型的，可私底下他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交流，然后私底下也有就是关于戏啊，关于任何的一切生活什么，我们都可以聊得非常开心这样。然后这一部戏我觉得大家感情真的都非常好，然后譬如说还有烈阳啊、星辰啊，然后子红啊，然后还有所有的演员们，其实大家真的都是真性情的人。因为虽然我之前跟他们没有对到太多戏，就是办公室就是职场里面的人，可是呢，我们一上船之后呢，感情立刻就变超好了，就只有那几天的时间，他就玩疯了，这样马上对，很快的，对啊。然后郝导我也是之前就有合作过，所以都很熟，还有 Sonia， 然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个团队，我觉得真的是要大家感情好，然后有共同有一个向心力，然后共同有一个目标，然后大家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所以我觉得还有我儿子，对，宝贝儿子来了，哦、对对对对，宝贝儿子 来，小心小心，又来，来来来来来，哦，对，还有就是爱爸爸，哎，这部戏是我第一次就是有一个爸爸的形象，然后也很受到大家的认同。然后我也很感谢，这样很感谢大家，然后谢谢大家，然后谢谢三立电视台，谢谢给我这次的机会，让我有这么好的可以参与这么好的一个作品，谢谢大家，谢谢。哎，父子俩感情真的很好哎，刚刚那个少翔在讲话的时候，悠悠在台下马上看着你这样子，超适合当爸爸的，对，加油，好。好，逸璇有没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吗？其实我刚刚一来的时候已经先落泪了，虽然已经感谢过，但是就是很谢谢三立的长官、导演监制找我演韩智欣这个角色，就是这么好的戏，这么棒的角色，然后又找了一个要颜值有颜值，要身高有身高，要内涵有内涵的演员，匹配，我真的很感谢，然后也要谢谢最辛苦的导演、副导跟工作人员，因为。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剧组，然后拍摄期间那么长，那我的演戏的经验不是那么够，
那很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忙以及包容，真的很谢谢你们。然后可以跟你们一起工作，每天都很开心。对，辛苦了，辛苦了，也谢谢你们，谢谢。好，那我们一起拍张照，好，帮你们又要跟大家打招呼。嗨，啊，害羞是不是？好，那不然我们来。我是刘耀如。哈？哦，好，好，没关系，一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帮我们三位一起拍张照好了，来来来，这边，好，来，推一点，来看一下正前方，好，开心开心，又架势十足，马上就可以那个，对，少翔会手酸吗？还好还好还好，好。好，正前方再看一下，正前方再看一下。好，可以吗？好，可以哈，这边 OK 吗？好，那悠悠先下来休息一下，我们两位再拍一下，来这边，看正前方，谢谢。好，亲密感，对，要像夫妻，那么浪漫的求婚。好，哦哦哦。对，撑住，对，马上撑着，你的手在抖，刚抱悠悠太久了，好，再一个亲密的感觉，对，哦，新婚夫妻，好，正前方 ，OK 吗？可以吗？好，谢谢，那旁边先稍等一下，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三个主角啦，那我们就来欢迎。张力昂、叶星辰跟林子宏，辛苦啦！哟哟哟哟，来来来，麦克风给你们，辛苦啊，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分享一下杀青的心情。首先还是要先谢谢三立电视台，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三部偶像剧，所以其实就是。真的很感谢三立一直都相信我这样子，然后谢谢淑萱副总，然后谢谢这次我们的美丽的监制 Sonia， 还有监制团队，然后还有谢谢大川大力，谢谢导演。这次呢，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大家见面开会的时候，几个演员见面开会的时候，导演就说，我们这次会玩很多以前没有玩过的事情。那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一个概念，我只觉得好，这次的角色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面向，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的挑战。那是导演手把手一起建构这个，帮我一起建构这个角色。那也这样子四个月下来，认识了这么大一群演员的朋友，然后私底下我们又住在一起，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回忆，这样子。你是有点哽咽是不是？没有，就是真的很开心，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对我来讲是，不但是演戏上的成长，也是我觉得我学到很多除了演戏之外的事情，这样子。嗯，好感性哦。谢谢大家。好，谢谢力昂，谢谢力昂。好，星星。Hello， 大家好，我是叶星辰，我在《三明治女孩逆袭》里面饰演的是苏小青。好。现在杀青了真的是很感谢大家，大家真的都辛苦了。我感谢三立电视台的长官们，感谢 Sonia， 感谢导演，感谢大川大力的长官，也谢谢所有工作人员，大家都辛苦了，谢谢大家的照顾。我也很谢谢苏小青教会了我很多勇敢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一直保持很纯真很直率的心。我也很谢谢我跟我相处这么久的演员，我真的很喜欢大家。然后大家都住在一起，我们的感情都非常好，希望我们一直一直都可以这么好。好，很棒，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好，子宏。嗨，大家好，我是子宏，在里面饰演的是曲子俊。
然后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一定是真的是一个团队所创造出来的，所以不管是由上到下，大到小，左到右，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对这个作品的任何的付出和贡献。然后我也很谢谢那个时候 Sonia 来找我演这个角色，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在谈说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知道他不太好操作，对，他不太好操作。然后我也很谢谢曲子俊这个角色让我走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希望这部戏因为还没有播完，那希望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下去，因为到后面会越来越精彩，转折会越来越大。对，所以在这里还是要谢谢各位，谢谢。好，持续锁定支持我们的三明治女孩逆袭。好，那我们三位一起来拍张照，我来帮你们拿。丽阳要补充吗？来来，你讲。没有，因为其实我就不太会讲话，但是因为不是谢谢谢谢谢谢，会唱歌也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前面其实我也很想跟大家一起玩到，但是我真的很想要把握这个机会，就是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因为其实这四个月来真的很辛苦，所以从我的助理小纪，然后到我们的书画组、服装组，然后还有每一个在现场，大家我可以说，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剧组是大家都用跑的，好像在跑垒一样，就是一心一起在做一件事情的那个过程，对，在我的脑海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还有当然不管是我们的丽萍哥，我一定会漏人，但是我真的很想要谢谢大家。还有红哥，然后我应该好像对，如果没有讲到的哦，我们的摄影组、灯光组的翔哥、还有钟安哥，还有辛苦的工作人员们，这样子，对，就先在这边，我希望是可以在这样子一个场合，在拿着麦克风的状况下，谢谢你们。谢谢，等一下还有很多跟大家好好聚的，对对、啊、没有谢到的私底下再谢谢你们。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来，我们三位先来拍张照，来看一下正前方。好，靠近一点哦。三人的情感到最后会是如何呢？好，正前方。对，是不是要再亲密一点？没感觉，好像三个人不熟哎。好，来。你刚差点跌倒，刚差点跌倒。在前面，再亲密，再亲密，对。然后看一下左边这边，好，啾啾，好。啊，抱什么？抱起来是不是？抱星星吗？星星，哦，星星，你今天穿裤子可以哈。他刚刚说这样，我真是抬猪光。对，猪光是不是？你刚刚说这样的台是台猪公吧？他说我们一起抱啊，可以啦，哎，不然试试看。来来来来来来，要帮你们喊加油吗？没有啊。好，来来来，看一下前面这边拍照。还是公主抱？哎，那没你的事哎。好，好来，这个组合可以。好，可以可以可以。好，来看起来，出来一点，看一点。对，对，三明治。丽阳现在变夹心了，你没想到剧情会是这样子的发展，没想到所有拥抱会是丽阳啊，可以吗？星星应该很轻吧？丽阳，星星很轻哎，你不是来健身的吗？你的蛋白棒是吃去哪里了？好，左边左边，好，可以，三明治男孩可以吗？可以哈，组合照片够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拍那个大家的大合照了。那当然还有重要的演员群要一起请他们上台一起。那我们现在有请子俊阿公、杨烈烈哥，有请小青的妈妈高慧君，还有饰演贵妃老公宋宏德的林伟林大哥，还有 Fifi 苏小轩，以及这次演特助美云特助的海玉芬海芬姐，来有请，还有以及安娜居酒屋的老板尤艾迪，我们大家一起来。好，这边这边，我们大家一起，小心小心哦，慧君姐，有请有请。
海芬姐，这边这边，好，我们大家一起拍张大合照好了，来来来。OK， 我们大家一起往前好不好？就是往中间集中，然后年轻的朋友们可能可以要我前面蹲一排，对，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对，后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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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我们往中间请，来来来，来年轻的朋友们可能往中间，然后我们对，新生代的可以吗？那我们往后退一步，因为大哥可能会我们往后退一步，好，小心哦，小心哦。好，可以吗？好，好，中间，我们大家往中间集中一些些。好，正前方，谢谢。再次置入你的那个 T 恤。好，左边，好，看一下左边的大哥。好。好，正前方，正前方，好，历经半年的时间，我们三明治女孩的逆袭呢，就要画下完美的句点了。好，好，这边，好，右手边，右手边，这边，右手边这边，来看一下，看一下这边，耶、yeah ，好，感谢大家努力，让我们的三明治稳坐同时段收视冠军宝座。好，那照片够吗？大家，照片可以吗？可以吗？好，谢谢谢谢谢谢，今天请大家好好的放松，好好的休息，谢谢，谢啦谢啦。好，我们呢留下，风洒着脚在微笑，给我大大的拥抱，下一秒再更幸福越好，转眼就会碰到，被忙碌爆炒像三明治的夹心馅料。好，三位动作大一点，开心，心去感觉，愿遇上每次猜不透的所有遇见，让心去感觉，渺小的梦想一天一天又靠近地点，向前冲的概念，哦，哇，还好星星很轻，一个人抱很重的意思吗？你这是你会不会讲话，可以吗？好，辛苦了辛苦了，赶快好好休息。好，那在这边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这次呢大力帮助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我们的岭东科大的苏梅系，岭东科大的朋友们在哪边？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缩小的小青，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还要感谢爱丽丝国际大饭店这次的大力帮助，让演员可以好好的休息，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请大家好好的用餐，好好享受这个光荣的时刻。心去感觉，沿路上每次猜不透的所有遇见，让心去感觉，渺小的梦想一天一天又靠近地点，让心去感觉。